强哎。对。太棒了。但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，就我向来都是个挑事儿的人，就我觉得球王打球啊，这没什么好稀奇的。我准备了一样东西，你要能像球一样打进去，你就算厉害。啊，这样。我拿出来看，好不好？行。我拿出来看啊。哎。后悔当时没有请你去我们剧组。来这个，一个进去，一个回来。那你这确定能打？哎，给我看。哎呀！哎呀，是吧？那橘子太圆了，柠檬，它是会跑偏，它就会跑偏。你们这儿没柚子吧？柚子，给他弄俩榴莲。柠檬俩。哎呀！你用柠檬打柠檬。他闭着眼能打进去，来看看，你闭着眼，来吧。我不信。扔进去啊！好，扔，来。扔。啊。哪天咱们好好切磋一把。其实我打球打得还可以，真的我也算打得不错的。你打得过小丽老师第二集，让你演续集，然后有机会我们俩一块儿玩一把这个。好，好了，再一次把这个掌声送给我们的李导。哎，谢谢。好，那小丽老师继续坐上我们的嘉宾椅。来，有请。嘉宾，好了，请继续选择号码。几号？四号。四号，我是曾经和你形影不离的人。哦，这是个女生，刚才说。小丽，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，你和我成天总是黏在一起，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，咱们都在一起，除了睡觉的时候，各回各的家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咱俩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？小学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哪方面比较擅长，比较突出在咱们班里？比较擅长。他挺活泼，也挺积极向上的，但是他太调皮了。哦，就是你小的时候比别人突出的点就是调皮两个字。你是哪方面比较厉害？我是滑冰啊，你不记得吗？滑冰啊，那很厉害。我可以选择了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哥，小丽，多少年不见了？来，过来，是多少年不见了？现在小丽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嗯。还记得他叫什么吗？他叫刘长先。行，你为什么记人家名字记这么死？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俩是一个学校的体育队儿。哦。体校。县体校。完他在体校待的又，他被省里又调下来。哎呦，人体育这么棒啊。调下完了，我这就爱好文艺嘛。嗯。我就这中途就改行了。改行就我妈唱戏去了啊。文体各走各的。对。那现在这一位，您从事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在机关工作。哦，在机关工作。嗯。那小时候就爱玩那个跳皮筋啊，踢毽子什么，喜欢跟小女孩。他捣乱。他捣乱。愿意跟团结女生。他跟你们班女生都特别好，非常好。你们用老话说，那时候我们男同学里他就是属于说好色的人哈，嗯，就是属于那个重色轻友的人。啊，对对对，用现在话就是羡慕嫉妒恨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呀妈呀，从小学就看出好色来了，这是得多早熟。我就在想，你们俩小时候拉手怎么拉的呀？没小。